你敢相信吗？身体好的中老年朋友，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，不是去刷牙，也不是去喝水，更不是去吃早饭，而是偷偷的躲在家里面，把这个动作锻炼起来。就这么一个动作，就可以把我们的头、肩、颈、背、腰、腿锻炼得非常舒服。你不用想着天天去公园里面拉下这里，拉下那里，你只需要每天在家里面把这个动作锻炼五分钟，就相当于你跑步一小时。今天呢，不管你给不给我点点小红心，我都要把这个好动作免费的分享给你。如果说你记不住的话，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，并且转发给你身边最爱的人一起来锻炼。首先我们双手合十放在我们的额头处，头微微的往下低，往后做一个扩胸的动作，同时抬上脚后跟。这个动作在做的过程中，你会感受到你肩颈处的一个放松感，后背的一个挤压感，还有我们腰背的一个拉伸感，同时还有我们腿部的一个发力感。就这么一个动作，每天坚持训练，坚持一个月之后，你会来感谢我的。